OK， 各位观众，工厂出货，这个对戒是谁买的呢？这是我一个客户买的。他在我们半年前我们开店的时候，他在这里给我摆桌子，他说请我们吃饭。哦，就是我们开店那一天有摆很多蛋糕点心，他请我吃饭。哦，那个人他又来了。好，他那时候说是都要找这一粉丝，然后就是要请我吃饭。他一桌，他说他们都50,000-100,000的，又来跟我买这个要结婚了，然后结婚对戒这样的。好，看一下这个男生的部分，我用比较小的钻，女生她也是原本说小钻，但是我不要用小钻，因为现在大钻也没多贵，可能30分的也才1-2万而已啊，我都帮你升级大钻，用30分的。那我也没赚他钱啊，因为你看他对我那么好，还请我帮我开店的时候做了一个排场这样。我决定我再送他一个黄金，让他惊喜一下。等一下出货的时候送他一块黄金哦，他叫做富康精致外汇哦，有需要的朋友寻找他哦，就送你飞龙腾达这一块10,000哦，什么大力光、台积电、联发科啊，他们有时候春季开会啦、啊，什么开会的时候，从外国要来的贵宾就可以，哇，你们公司有，因为他用的很像那个欧洲皇室的那种摆设嘛。哦，或者有来宾，有什么访客来宾，你们就可以去找这个叫富康外汇，好专业哦，让人看得很舒服。因为我是那种知恩图报的人，我觉得说应该是双向的啦。他今天帮你做什么，你不能觉得是应该的，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恩必报这样。不靠爸，靠自己不靠，靠自己不靠，靠自己不靠爸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每个 move 小老弟。